伙伴们，我遇到了 JK 妹的两个耳朵是黑黑的。兄弟们，这个黄黄的是我，我的耳朵是黄黄的。狮心熊的耳朵是棕色的。有人说所有的蛋子都有耳朵，伙伴们错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没有耳朵的蛋，特别特别恐怖呀。小伙伴们呀，最新的恐龙皮肤也有眼睛啊。最新的甲龙晶晶，它的耳朵是粉粉的。三角龙小撒，它的耳朵是绿绿的。我最喜欢的耳朵就是万圣男小瓜，他的耳朵是两个小翅膀。伙伴们，我决定换个岛屿。兄弟们，在蛋仔中好像我们遇到的所有人都有耳朵。对啊，兔子的耳朵是粉色的。这个小鸡也有两个小小的耳朵，白白的。伙伴们，其实老官方欺骗了大家啊。在游戏中其实所有人都没有耳朵，因为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圆溜溜的，并没有耳朵。而游戏中我们能看到耳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穿了这个皮肤，也就是相当于一件华丽的衣服而已。所以啊，我们并没有耳朵，我们看到的耳朵都是假的呀，所有人都没有耳朵。Oh my god!